核心啊。那这边的题也不是只是后学的想法，而是说真的是有本有据，从
我一个看无够，我要卡一个嘛，哦，这是我个一种个想法啦，咱有一挂空间嘛，真正会当去，啊，毋过惊为足个真个咧看无同款，会感觉讲一个要同伊呾个物件，毋通紧遐济啦，所以讲吼，你着看法无相像，可能咱个关系着讲一个特定个特色啦，吼、哦。无同款的特长，无同款的特色，伊发展的重点吼。啊，可能咱了解的，咱有较好的想法啦吼。啊，所以话先讲到这啦吼，啊，感恩主持人，谢谢。啊，这个技能我可以讲吗？给我们增加浅显性。浅显。那还要浅显性。对，然后回去之后应该开个会，然后把我们现有的
然后每个人可以给他们各自负责些什么。我在想说，这样会不会说不会只是说只是来听课而已？对啊，体会班只是说哦，时间到来听课，然后听完就回去。好，我们要不要也来一个稍微一个脑筋急转，转一下，回去再来思考。因为我还没有完全融会贯通过来哈，那就到这儿了，谢谢你们。信哦，发这品哦，咱就是看咱个这个优点，咱来起来。所以这个总结是讲，若爱听咱，恁拢会真正个改变，无可能用头去基础来讲啦。啊，听咱听了，咱爱有去做，咱才有法度改变。咱若无去，无去听了，咱无去安做，真系无听信。这是起头就在讲，而且像咱就是，咱是那个领班，咱是感觉咱有所不足，咱爱来参拜，爱来练习，来增进咱家己。因为咱若要增进咱家己，咱讲要出去帮忙遐个客人，哦，有所阻碍。尤其咱讲当干部的，咱讲啊，咱本身若叫遐事就是。啊，是许个同事听讲，啊，你本身你就卖出去啊，哦，你免来叫，你来要我出去，所以咱就卖去新做者，哦，因为华人感觉讲华，感觉讲新做做好，啊，但是我做下卖，我就爱较侪行，但是吼，有时得，咱每只拢有海苔心，拢海苔心，哦，拢好，迄个做好务啦，安尼，拢干啥物事情？这些 IP 的人，他拢做卖子，这是大家的通病啊。但是咱就是爱互相勉励，咱就是拢站在同一条船上。以前来讲呢，咱白羊五度是三朝五度那些，贵的是一万空八八的，但是白羊的是安尼。啊，不是，我因为我们哦，等去了而。这个儿田班呢，一定是继续办下去。啊，所以咱嘛单位讲吼，咱的下一代开了，这是大家每个所担忧的，所担忧是心担心的对。大家人拢嘛希望讲咱的下一代能出来，但是因为呢，就是咱社群那个奥运好多事。迄阵拢感觉讲哦，读册考了，再分分吼。其实，若像一个你来一班两班，其实对伊吼无影响。但是在迄阵就是讲袂晓应用，袂晓鼓励，我袂来参与。等到伊的自我意识了，咱大家就要，伊吼就袂猜到。细个时是只爱咧听，爱咧听，爱咧。所以我这也是我的囡仔，我拢讲，拢会来。讲到尾啊，伊家己小可有意识了，伊就叫袂来。迄阵头啊，就拢叫小班叫。哦，安尼叫，安尼小可好。但是到尾啊，出社会了，因为遐社会接触了吼，伊的心就一定无视平，伊就对咱道场有一个相信力啊。就是讲吼，伊来。起初来就同你想啊，就像我以前讲的，一年吼，咱无开工作做，但是来吼来正来做听做，啊做听做听咧，我听到尾哦啊，他听是哪样子，我哪样听过啊，啊没有这个新鲜感的。咱在去别个华的华，他早些就参悟得的，我爸爸叫我来听，就你华得刚刚好，听着你做好，但听着不了吼。哎，讲到这呢，我拢听过安尼，嗯，啊，下礼拜就是讲吼，你啊迄阵，迄个阿母讲，啊，来个礼节，
所以就开始吼，伫学历才开始，伫学历做了，你讲欲求天上飞，咱运作不干吼。啊，所以就学历做了，啊，有去咧做人才哦，就是着心吼，感觉心怀哦，我个人做小白嘞，个人做很多个，哎，啊，慢慢，哦，有就发现了家己对个有信心了。啊，就慢慢等前辈再来讲，咱就先。所以就是吼，早起就拢去地方做遐个学历者，学历学了吼，迄个阿公顾问就讲啊，车站咯，爱来烧香，所以车站就拢去地方做遐个烧。啊，慢慢慢养成习惯，车站好到，前辈天天都来去做。啊，练了就是来吼，爱学三宝。迄阵华嘛，感觉讲，迄阵三宝是遐有一套的迄个版本，啊，华是感觉华嘛做落去，但是好，我就当过起来，哦，但迄、那个迄阵是青年呢，伊就是阮同事嘛，伊就是迄阵他先，伊就是较先好，啊，伊口才嘛较好，啊，所以伊就做一搞迄个三宝的产品，迄阵阵华是阮那个。地球咧做新闻，啊有时暗时还讲起，华仔迄三块是啊，大家都话个，大家都讲啦，安尼上班嘛吼，啊暗时啊讲起个时吼，因为地球咧上班，啊就有时还讲起三收益啊，三几轮钱安尼，华仔规本拢按背个，啊背了时出来面搭个时吼，那讲可能是叫一年吼，放了。背起了，你家己有物件，啊有物件是你咧讲，啊就资料，你咧讲就袂错啦。像咱讲，即摆咧讲出来，迄个刚才上咧讲啥来听？典故讲了，毋知会要讲啥，所以较心会较歹跑，彷徨，会恐惧。啊，你当你三不拢背起了，你知影？你是物件背起了，啊你。讲起来是连贯性，你即句了来下一句，你讲啥物，还有连贯性，啊，你安尼连贯，哦，爱心，而且也是讲好作息的，哦，安尼啊，对顶句，即句只讲了，你接迄句，啊，变连贯，安尼，啊，哦，啊，就是讲吼，一定要学习，那么学习真正。但是咱一个修炼功吼，咱个海内心空着心拢会出来，啊，不会啊，啊，免学啊，哦，安尼。但是讲免学吼，但是若讲咧学迄个功夫吼，我毋知做下个。但是吼，每一届呐，对三十几单人，是若讲学功夫，我出来每一回我着学啦。但学个时阵着走去请教吼，啊，揣一堆册，啊。刚才故事册吼，迄阵就即个林德林在讲吼，啊，你故事册你看下啊，就会当四季画向，但是画四季袂晓画向，因为画来画较困。所以迄阵在讲，我就在买一本佛，迄个佛教的故事大全，迄本册本。啊，即摆了，即个是在买是各一个，差不多二十本的迄款故事的啊，做迄个小品集。啊，买足侪，但是都袂晓看了，我头个四十本，是嘛？个人经历安尼吼，伊个蛮好势，伊爱看我都看了听了，伊我头好个讲是话，迄、那个变化都袂遐好，迄、那个听了心得吼，我头个立即分享，安尼，啊，即个人的即个经验嘛，但是咱就是讲吼，咱只要袂好，啊，伊嘛都。听安尼好咧，啊，其实食讲，迄食讲吼，嘴齿较会分流啦。你若要咧讲吼，有时咧讲质会走入去。你听咧，你有时讲讲质啊走入去咧，因为你无食讲啊。啊，听咧，迄个啊，是只要，所以。你咧讲伊阿斗伫二年，二
提完了，乃提完的时候咯，哎，哦，而且呢，阿就讲大家不偏离那里去，伊讲的像今日伊讲的这主题，但你安怎好这个，哦，咱太阳五度嘛，哦，三朝五度是一万百空对吧？那么咱现在连续连续的，从咱离开的道场，起码好千下来都千。但呢，从这个下来给它带出来，这个是不一样。哦，像今我老师会在关心，在关心那出来。哦，阿姨，你问你干嘛问我？我说不接了，关键是那爱来吵出来。哦，对线也爱吵出来。哦，阿哥他在关心这个出来。哦，还来，阿哥还有一点点机会啊，你问先不哈，阿姨你这个参加工签哈，他。因那有什么事，他们我看见那了，像因这些嘛，动力啊吼，啊来是那因为因参加的出手啊，就是在新这些的来，啊伊就变动力啊，啊所以讲我着机会办两天先吼，所以当地十八日一拜年嘛，就去拜，就拢在等于人家拜这些的来，吼，啊拢等于人家就拢过来去拜啊，啊嘛是拢去。咱一人食，吼，小碗啊，是连只锅咧，吼，就干脆炒面，吼，安尼，啊，就大家互相鼓励，啊，你有参班就有机会，吼，啊，你最主要爱学行规则，吼，你先来排名做伊献课的，吼，啊，排献课了，我第二日怎样都要献课吼，我请了，啊，就请半拜，对，啊来献，啊，哎，多少钱啊？我好嘛。啊，豆花嘛，四啊一块，啊点二十三蚊四啊，四十多啊，嘿，啊，伊我都，我咧管理起来做管理村吼，伊就咧做实践，就伊早起，啊，啊未八月份嘛是讲热门一个啊，伊讲伊参加头一届做独建师傅培训，我们想讲啊就。有两件事情，每家啊每家，先挨个请我们俩这矫正师，哎，阿叔今晚买新卡，里面谈起了这特殊的教育，特殊教育，特殊那个的，一年七年生啊，阿今晚就去这些东西呢。
啊。